Udah masuk dulu ya? Bayar aja. Oke, masnya. はい。ん？搞定。经过我的改良，这里的能量已经是原来的五倍，修炼起来定是事半功倍。分源之术，这个时代的魔法师们应该还只能凝聚一个魔源，末法力后，魔法师们为了吸收虚空中极其微弱的魔法元素而研究出了分源之术。分源之后，虽然魔源看似变小了些，但是吸收天地间魔法元素的速度却提升了不少。再分，哎，
四个魔元应该是我现在的极限了。接下来是魔力转化。去。哎。啊。魔法元素果然能转化成斗气，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魔武双修了。十天苦修，我的魔元终于达到了极限。欢迎下次光临。哼，过几天就是野外生存课了，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儿啊？糟了，性魔士！能够熟练施展出冰锥术，寒冰之体的隐患应该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你对待恩人也太粗暴了吧？你说三天后来这里等你，这都第几天了？这不被事情耽搁了吗？一空下来第一时间就过来了。你不会一直都在这等我吧？哼，才没有呢。冰霜都结这么厚了还说没有？啊，你做什么？别紧张，我只是确认一下你的伤势。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没事，坐下说吧。有运转我给的魔力口诀，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
谢谢你，黑石城的萨哈牧师也很震惊我的身体变化，不过我没有告诉他你的事情。呵呵。这个送给你。送给我的？这是？这是枚三级风系魔晶，你是风系的魔法学徒，有了这枚魔晶，你就能更快地突破初级魔法师了。一枚三级魔晶至少价值上百金币，你确定要给我？谢了。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叫慕容冰云，你呢？你就是学院三大美女之一的慕容冰云？啊，很意外吗？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个，我逗你的，看把你吓的。喂，别发呆了。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哦，我叫叶璇。叶璇，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难道就是学院里鼎鼎大名的那个废？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废物叶璇，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在我眼里你根本不是什么废物，你比其他学员都要厉害。看来你还蛮有眼光的嘛。走，看在你送我礼物的份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什么好地方？跟我走就知道了。魔法师公会，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哼哼，不然你以为呢？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你讨厌。哼哼，开玩笑了，走吧，进去你就知道了。咦，叶璇大师，欢迎光临魔法公会。大师？啊，是你啊。这么快就升领班了，恭喜恭喜。不知大师您这次来？我想购买一些魔药。啊，好，我马上安排。领导，叶璇大师和他朋友要购买魔药，你去招待一下。记住，如果大师要走，你千万留住他，等我回来。叶璇大师，我先让琳达招呼你们。得赶快通知古旭执事。哼，不就是狗屎运当上领班而已吗？居然命令起我来了。一个小屁孩而已，还大师呢，不会是消遣我吧？这位先生，不知有什么能帮到你？我要买瓶感魔药剂和一些魔药材料。那怎么都是些便宜货，还大师，太会装了吧。叶璇，你买感冒药剂做什么？这是成为不了魔法学徒的人用来感应魔法元素的。哼，过会儿你就知道了。神神秘秘。魔药剂的购买在二楼，两位跟我来吧。啊，这是什么地方？
是魔法工会的求助区。求助区？工会的魔法师在修行或配置魔药时，如果遇到难题，可将自己的疑惑写在这里的柜子上。其他魔法师若知晓答案，可以在这里留言，并留下自己的魔法师编号。一旦证实答案正确，会得到发布者给予的报酬。魔法工会也会进行奖励。哦，这都不知道，装什么大师啊？走，过去看看。通过这里的问题，应该可以了解到奥兰多王国的魔法水平了。这是有关醒神药剂的，在配置醒神药剂时，醒神草加入的时机需在魔魂草反应结束的瞬间，但此人每次按照流程配置都会失败。你看，下面还有配置的详细过程。看来发布任务的是名四级魔药师。你怎么知道？醒神药剂是四级魔药剂，能够尝试配置醒神药剂的必须是四级的魔药师，否则光是精神力强度就无法达标。此人的魔药基础知识完全没打牢吗？魔魂草的效力共有三重，所谓反应结束的瞬间，是指醒神草第三重反应的结束。此人显然在第一重反应结束后就加入了醒神草，这药能配置成功才怪呢。叶璇，如果醒神药剂是四级药剂，那整个魔法工会都没几个人有资格配置，你胡乱作答会惹上麻烦的。放心，回答问题我是认真的。搞定。一号怪是欧阳会长为在求助区做出表率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整个黑石城都没人能解答，这小子居然一本正经写了答案放进去，难道他比欧阳会长还厉害吗？可笑。这位先生，你的感冒药剂还买不买了？当然买啊，加上其他魔药一共多少钱？你给我送过来。七个金币。哎，拿。办公室难道在修炼？师丹助理，师丹助理在，古虚大人一定在里面。师丹，我真有要事要通知古虚管事，还请通禀一下。哼，你一个服务生能有什么要事啊？啊，大人正在修炼的要紧关头，若是打扰了大人修炼，你一个服务生赔得起吗？是古虚大人让我一遇到那少年就第一时间过来的，还请。闭嘴！什么少年老头的，别怪我没警告你，打扰了大人修炼，你以死谢罪都不够。我喏，这是你要的药剂和材料。再给我安排一个魔药配置室。哼，装，你就继续装吧，老娘可没工夫伺候了。二十一号魔药室还空着，你自己去吧。
走吧。切！叶璇不会真的要配置魔药吧？300年后，魔法降临，天地魔法元素急剧减少，魔药学得到了飞跃般的发展，感魔药剂也被改良成了破魔药剂，足以让任何一名高级魔法学徒突破成为一阶初级魔法师。要学徒，为何我完全看不懂叶璇的配置？这是什么配置手法？瞬间就将感冒药剂中的魔药元素给分解开了。还差最后一步，如此浓郁的药剂，叶璇是怎么做到的？啊，成功！啊，这是给你的。这是，这叫破魔药剂，回去服下，能让你直接突破初级魔法师，且在一天内巩固魔法修为。啊！古虚大人，您修炼结束了。小人已经给您准备好了热水，先洗把脸吧。古虚大人，路易斯，路易斯，大人现在刚刚修炼结束，累得很，打扰了大人休息，你赔得起吧？古虚大人，来这边走，小心脚下啊。有什么事吗？古虚大人，您让我留意的少年来工会了。什么少年？好你个路易斯，拿大人消遣呢。去去去，什么少年不少年的，过会儿再找你算账。古虚大人，就是前些天把左慈揍了一顿的那个叶璇啊。什么？叶璇大师来了，他人呢？来了多久？留住他了没有？来了有一会儿了，我已经让琳达去服侍他了，应该留住了吧？留
留住就是留住，没留住就是没留住，应该是什么？不是说过，对方只要过来就第一时间通知我。什么叫第一时间？你不懂吗？我看你是想卷铺盖走人了。古旭大人，史丹说您在修炼，绝不能受到打扰。还说，万一打扰了您，我以死谢罪都不够。所以，史丹，我，好啊，你就是这么给我当助手的。要是叶璇走了，你也给我滚蛋。你去通知会长，就说叶璇来了，我先下去找他。是。找会长，我死定了，我死定了。路易斯让我接待的那个小孩居然跑到求助区，不知道写了什么东西就敢偷进会长的柜子，差点没笑死我。一个小屁孩懂什么模样，也在那儿装模作样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他还要了一件魔药配置室，估计是想在那个漂亮小妞面前装吧。现在的小屁孩真是人小鬼大，这么大年纪就知道泡妞了。领导，没准人家还真是个魔药大师呢。古旭大人，领导，刚才路易斯让你接待的那个少年呢？啊，人呢？领导，你告诉我，人究竟在哪儿？古旭大人，他先前的确在这里的，给我找！只要他在魔法公会，一定给我找到他。混蛋！我看你们都不想干了。我，古旭，那小子呢？带出来让老夫瞧瞧。会长大人，这个。哎，什么不见了？你这个工会总管是干什么职的？听个人都听不住，要你何用？没用，没用，没用啊！你们真是……狗旭，这次再让他跑丢了，老夫非宰了你！会长大人，会长大人，你冷静啊！这到底什么情况？琳达，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对了，他们可能在21号魔药配置室。走。一定要找到了！你好，打扰了。你好，抱歉，抱歉。你好，打扰了。抱歉。没找到。那个少年来的时候是谁招待的？我要知道所有细节。领导，会长大人，你把那个少年到工会后做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不要漏掉任何细节。是，我买了炼制材料给他之后，最后看见他还是在求助区解答，后来我就完全不知道了。哦，求助区。哎呀，
阁下对醒神草的基础药性都不曾理解，要我看，干脆回家种红薯算了，还配什么魔药？这叶云简直狂得没边儿，他知道他在说谁吗？这可是黑石城魔法公会的欧阳城会长，五级魔导师，黑石城地位最高的魔法师之一。如果连他都没资格配置魔药，黑石城谁还有资格？完了，彻底完了！大师，大师啊！看到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大师，这才是真正的魔药高手。把魔魂草的药效了解得如此透彻，如此的深入，如此的入木三分呢、啊？他说的太对了。我简直就是一个蠢货，还不如回家种红薯。难怪我每一次配置醒神药剂都不成功。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我是蠢货，我就是一个大蠢货。老天，欧阳城会长是疯了吗？嘘，闭嘴，你想找死别带上我。琳达在，会长大人。快告诉我，他还解答了谁的问题？当时 我好像看到他写了十几个求助箱。啊，快把柜子打开，全都打开。咦，05编号，不是我留下的安神药剂的一文，莫非也解决了？安神药剂是为了修复魔法师在修炼时因走火入魔引发魔力暴动而引致，它有两个效果，一，抑制狂暴的魔力，二，提高魔元抗性。天哪，原来是这样，安神药剂的配置原来需要这么操作，难怪我一直没能成功。快让我看看。天才，天才呀。我是白痴，我真是个白痴。完了，古虚管事也疯了。快快快，下一张。啊，原来火龙树的引动咒语还有这么一重目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会长，快看这个答案。哦，精力药剂这么配置，神来之笔呀、啊！他究竟怎么想到的？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会长，我提议应该把这些手稿装订起来，这根本就是一个顶级魔药大师的笔记，是绝世珍宝啊。什么魔药大师？我乃五级魔导师，也是王国宫廷魔药师之一，此手稿即便是王国的宫廷魔药师也未必有此水平，此人绝对是个魔药巨匠，我一定要找到这位叶玄大师。你突破高级魔法学徒了、啊、还不是被你逼的，你都成高级魔法学徒了，我要还突破不了，岂不是太丢人了？那你可得努力了，我马上可就是初级魔法师了。切，信你个大头鬼，我陈少爷肯定在你之前突破，就等着膜拜我吧。哼，修炼是我用了，你可别打扰我。
这也太用功了吧。看来我得继续修炼了。突破了一阶初级魔法师，十阶法神还远吗？唉，以我现在的速度，起码要三个月才能达到高级学徒巅峰。不如要是敢去红磨坊那种地方，非被我老爹打断腿不可。等我从学院毕业，非得去红磨坊好好玩上几个月不可，把我失去的青春都补回来。谁啊？大晚上的有完没完？你要是再敲，看我不把你！打扰了。请问班长大人，你找我什么事儿？叶贤在吗？我听说他已经回宿舍了。啊，找玄少的？他在修炼室，我去喊一下他。我能进来吗？当然。不可以。
you